小兵差的有点多呀，这波现在按理说四级，少这三个前排兵。哇，这版本的小 8Q 好远。将为宇宙展现他真正的潜能。 看看 TP 不算亏欠。 强行吧，太强行了，这里。听谁没 Q 啊？ 我没有想到这个E能E到的，如果第一时间有 Q， 就是升不到六，太痛苦了。 前面少吃三个兵，三个前排兵影响还是挺大的。 主要近战兵比远程兵给的经验多太多。哇，九种打武器怎么能打不过呀？ 继续叫，叫我就挂机。你不知道，虽然说那波你们是怎么炸的，但是你不会忘记自己被单杀吧？在我们之前，只有虚无；在虚无之前，就有怪物。这个核心地面的就很少。
这么差一点我接受不了。焦灼，我的超人呐、啊，焦灼，焦灼真的是我的超人。我这波卡也是节省帅的，卡最后一秒再放过去，这单杀含金量就满满满了。队友加油吧。因为皇子这波就没大了，上波我没大，皇子这波就没大了。别打上半区了，真不好打呀！就抓下，就抓下吧，峡谷又不重要，就抓下。那皇子刚直接一个星虫 A 我一个 Q， 给我打没血了。双方现在纠结了。懊悔是徒劳的。给我一个赏金猎人、终极猎人的呀！我操，那几个小兵怎么能把伊塔给推了的？坏！但我不去的话，队友肯定是要歇逼的。哎，不能说歇逼吧，杀不到四个人。可能卡山会死的。买的话，说卡山会死，卡山大人就不能死。Thank you.
我操，武器怎么能把武器怎么能被打两次啊？不是这么意外吗？兄弟们。哎，这装备这么好。我帅酒桶，我操了，确实没压力你啊，玩得好，玩得好，玩得好，收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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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条小龙，那这版本小龙优先级真的比峡谷高太多了，峡谷已经太拉了这。这版本主要峡谷太拉了这，所以都抓下，小龙太顶级了。你看我就会给队友让助攻，但队友不会给我让助攻，队友就疯狂想 K 那个海马的人头，这就是樊老师的格局，你们觉得呢兄弟们？这就是樊老师的格局。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喜欢我的一点吧。他就是这么温柔的一个人啊，他就是这么温柔。就是我们的胜利，真的好温柔啊，我哭死。怎么样，樊老师分给你上去啊？大家一起发力给樊老师祈祷吧，四连胜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兄弟们？给主播祈祷一个四连胜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来波四连胜，直接上去，好不好？打个交易暂时都费劲儿，听你的 ，OK OK， 没关系没关系。因为有可能你今天刚看樊老师，你对樊老师的误解是没关系的，我希望你能多看几次，好吧？可能会改变你对主播的看法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An enemy has. 这赛季确实运气好一点。
比别的机运气好一点。我一直都说过，单双排就是运气游戏，只是主播每个赛季都比他们运气好那么一点。哎，只是主播近几个赛季，主播近几个赛季比他们运气确实好一点。单双排确实是一个运气，很吃运气的一个东西啊，因为现在不能双排了，对吧？而单排的话，现在这个游戏又不是一个人能决定那么多的，更偏向团队了，对不对？主播只是最近这几个阶段运气稍微好那么一点，我也觉得我运气稍微好一点。但同样，主播也感谢运气啊，没有这个运气，主播可能认识不了大家伙。帅，筒子哥，可以，还有我没骂你，骂你挂机了，帅帅帅，好帅，相信队友啊，主播一直都选择相信队友。